哎，我们一起去仙本那吧。你冷静一下，机票多贵呀、啊！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还没假期呢。公司全包啦，这么棒，什么时候？明天就出发。你们的护照跟着我念，我先是，我先是，绝不说。好难啊，好累啊，好多人，绝不说。早知道还不如在家吹空调。哎呦，太早了，起不来。在酒店等你啊。还不来看，男低就行，女生化妆，绝不追逐，男生大声，绝不吐槽，不去玩，听光盘，不扫兴，不挂点，而且公司请我们。我八年啦，六年啦，十年啦，十年啦，我也十年啦，十年，十年，耶！